谢明仪，然后我们喝一口水，真的表现很棒。是，接下来出场的编号 C 二永航，是，现在听快觉得他声音呢独具特色，哎，而且有一股非常天真的嗓音，不过唱高音的时候呢特别吃力。哎，就不知道今天会不会那么吃力，因为今天要选唱的有点小紧张，是阿杜的《天黑》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《天黑》，欢迎。风若停了，鱼鸟怎么飞？你若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心若破了，你要怎么背？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？天都黑了，你在想着谁？情都灭了，我要怎么追？话都说了，你要怎么对？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。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，爱在眼前无声崩溃，摔成粉碎。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，嘴里泛着血腥滋味，多么伤的离别。害怕天黑，梦被掏空的错觉。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想到都会心碎。风若停了，云要怎么？若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心若破了，你要怎么陪？All right， 谢谢，哎呦。谢谢永航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永航选唱的这首歌曲呢，就是本地的作词人红点的一个创作了。那你选阿杜的歌，是因为你很喜欢那种沙哑的声音吗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声音，他的声音很有磁性。是是是。然后他唱的情歌都会感动到我，很沧桑的感觉。对。所以你有感动到你自己吗？今天？有吧，有。你没有感动到评审比较重要，我们现在看看分数在他们手上哈。来，满分十分，重庆老师给的是8.3分，小韩老师给的是7.5分，奇遇老师你给的是6.6分，永航的总分是22.4分。哇，也是相当不错的分数了。所以呢，有被你感动到的应该是重庆老师嘛， 对不对？来，周老师。永航，我今天觉得你的声音也是很有磁性，那么也感动到我。是因为上一次的比赛跟这次的比赛，你的其实进步的空间很大，而且进步了很多啊。然后你其实今天有给我一些惊喜，所以才给你那么高的分数。好，有感动度又有惊喜。那问奇遇老师，女生你说标准是张惠妹，男生你的标准会是谁呢？还是张惠妹啊？还是放你自己？哪里敢，哪里敢？我想说一下，就是，在这里听，我们会觉得说你唱得很棒，很有张力。可是你要注意你的音准，因为当你音准高音的地方一跑的时候，在电视机前的朋友听的是最清楚的。在这里因为这里大，所以感觉不到。可是，在电视机前就很清楚，所以我觉得那些音准跑的地方就是很可惜，导致你拿到6.6。哦，本来你应该是可以7点多的，所以注意一下。
哦。可是你这首歌唱的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很不错。谢谢三位老师，高音的方面可以再练多一下，好不好？有些没事到高速公路去尖叫，像应该会帮一个帮助到。OK， 那当然呢，如果想要支持永恒的话呢，可以拨打热线19001121202或发送简讯 C2 到14607199支持永恒。